就在女王过世之后，英国王室也公布了最新的王位继承顺序。女王的孙子40岁的威廉王子成为了王储，而旗下的三名子女分别呢是位居第二到第四顺位。紧接在后的是哈利王子的两名子女，哈利王子的两名子女雅契跟莉莉贝也自动获得了王子跟公主的称号。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0过世后，王室随后也在官方网站上公布最新的王位继承顺序。女王的孙子40岁的威廉王子成为王储，旗下三名子女乔治王子、夏绿蒂公主以及路易王子分别位居第二到第四顺位。紧接在后的是威廉的弟弟37岁的哈利王子以及两名子女雅契跟莉莉贝。No, it's fantastic having a lovely little family, and I'm so thrilled. And Catherine has been doing an amazing job as a mother, and I'm very proud of her. 威廉王储一家日前才搬到阿德莱德小屋，走路到女王居住的温莎城堡只需10分钟，可以就近照顾女王。没想到等不到女王从苏格兰回来，从此天人永隔。They didn't want him to be a prince or a princess, not knowing what the gender would be, which would be different from protocol, and that he wasn't going to receive security.What?还记得吗？哈利王子跟妻子梅根去年接受美国脱口秀主持人欧普拉专访，大吐苦水。不过就在女王逝世后，根据英国王室规范，哈利王子的两名子女都自动获得王子跟公主头衔，跟梅根宣称的肤色毫不相关。另外，威廉王储也自动继承父亲的康瓦尔公爵的封号，加上原有的剑桥公爵，头衔变成康瓦尔和剑桥公爵，妻子凯特也成为康瓦尔和剑桥公爵夫人。至于哈利王子跟梅根的封号则没有任何改变。林佑仁编译。